志文哥，现场是什么情形？因为今天那个市政府八点以后会来现场看状况，看手机啊，对，换 iPhone， 所以他很快就会结束了，他很快就会结束了。啊，林，谢谢。你想避免啊？那有用啊？啊？人也无用啊，我无用啊，无用。我是讲咱这一星期我都买个票。用 iPhone 好爽哦，好顺好顺好顺好爽好爽。我才买尔。我烧你啦。哦。我烧了你好。那你看一下现在桌面剩什么？那个有斑香鱼、马头花枝、嘎啾楼、龙溪红叉。太给路，摩啊，黄鱼，花仓，沙巴鱼。回去了，拜拜。我鱼啊，一斤两百。下章，下皮啦，下皮啦，你啊，下皮啦，来给录。一种哇，几只脸的，然后小黑的。几种 ？OK， 有几大？五根是那个。五锅鱼。不是。欧钢海乌锅。几号班？金龙啊。金龙讲九只啦，应该不是啊。金龙啊，九只啦，讲。比较贵呢，三尾比较贵。这好味，等级啊，够淡。这个是见不到尾鱼塘。没有，没有。我问你，你有伫社团内底有？有啊，有。我要来给你封锁。啊？要来封锁？你唔知对账号啊？对啊。喂，百五了啦。香鱼了，弄你要不？太多了。这样多少？这弄你800-700的。500。500的好，你弄来。iPhone 啊。iPhone 不写好爽，这样子一箱，这样子一箱黄山鱼，你有叫他，你有叫他有吗？来，拿阿公，阿公钱摕了未？好钱，我有给你啊吼，啊这拿阿公找三阿公，找三百五。你有跟他讲吗？讲什么？都有人要留一箱虾子，有啊，黄山元，哎，有帮你留，快点，今天货带很少，没错，因为今天特别的，他八点就要离开了，八点前他就要离开了，所以赶快来哦，八点前他就要走了。虾子上啥味？那刚刚好，我可以早点回家耶。
那个西屯那边就你们去玩吧，他等一下八点以后会去西屯，赶快来赶快来，剩一点点而已，剩一点点而已，他今天大概就在平常的四分之一而已，今天是不是就平常的四分之一，差不多哈，卖完了吧，好的，得多少出来沙发，那个今天的这个画面会不会卡卡的？不会哈、好，鳕鱼，鳕鱼。因为等一下市政府又有人来啦，就被检举咩，直接跟你们讲。然后他懒得，就不想应付市政府的人，就早点休息休息。4500，我要1000块。好，你要1000，好，装一起好不好？好啊。那有鲑鱼吗？鲑鱼，哇，鲑鱼刚够。整只的，只有整只的。整只的，1300帮你切了。好，帮我切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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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吹吹，七点进前结束，吹七点进前结束，我就要回家了。对啊，被检举了。然后他就是想要，反正八点以后去西屯啊，没差、啊，就今天就先这样子。所以八点以后你们可以在西屯看到。八二三过后还有野吗？八二三过后是怎样？还是八二三过后二期就结束？应该就是说户外的那个状况就更松一点，口罩还是要戴。所以还是维持二期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说，因为它二级有很多种，二级里面有一些细微的规定，就是户外的部分，就是你人跟人之间距离可以再减少一点，就是不用那么哇什么一公尺啊这样子，那懂吧？就是到可能就是你我，但是下次再被检举，我最主要做，你就是强制戴口罩这样子就好了。没关系啦，我其实我没有要玩这个 iPhone 是拿来直播用的，那哪里在那边玩手机？我有另外一只手机啊。你怎么可以认输？这都是要你走啊！你怎么可以认输？哦，我还在播，我以为在播视频，我还录成啥？我啊！你怎么可以认输？不想制造自己的麻烦。一口气，你知道吗？早上今天上课，然后看到有一块洞，然后全部都是蚊子，然后又觉得这样子的。你喜欢快点，哎呀，不快。王丽丽早。对，西屯是他爸爸那边。对，等一下他会去西屯那边找他。几分两瓜？没有，他说再看看啊。如果这边的人对他那么不友善的话，不想要那么烦，就这边让给他们。他这个刚才是这样子讲，西屯有直播啊，等一下我弟会直播，大概七点多。虾饼，虾饼，因为今天摘香而已啊。因为今天人，因为东西你看就知道，这个时间怎么可能那么少东西？那等下要提早走。我鱼在哪里？我啥尾鱼啊？哎，龟鱼，生尾啊。生尾，生尾。尾偌济？1300。1300。提醒你啊。啊，几十了。鱼贵方好、啊、哦，我用 iPhone 播起好爽哦，你们的讯息都好明显哦。一整只。这边要切一下。啊，我以前那边。那不行，只能买8个的了。买8个。嗯。为什么不到沙屋污水、清水屋？没有啊，那边又没点。而且点又不一定适合，你以为你说哪边就可以去摆哦？自己家煮的，自己家。人家不会，人家不会。
摆下去以后，这里的人都不爽。给你磨刀。啊，你今天在哪？我在呀，啊，就给你磨刀。你上面啊？今天我铺面要困呢。你这啥？我怕你啊。两位，两位剩几道？两位多少？还有一分三百。你讲两位偌济？两位八五，不四位三百。四位三百，啊，对。三百，迄阵子啊。我半只。啊，你这是啥物啊？算？诶，七块。啊，七块。诶，一包一百。一包一百块。二三盒五百。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不一定会过去哦。过期啊？无啦，伊讲做你这个过期。不是啦，我讲来，我刚才聊天室的人讲话，还没过期。哈哈。啊，迄啥物啊？迄飞机的啊。嘿，那飞机，飞机切好的，鱿鱼切好的啊，一包一百嘛，一包一包。哎，一包一百。哎，好，我家己买。要几包？哦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吹了，吹了，吹几点完结束？阿凤姐，你说他爸爸是狮子的。七种国宝啊，青龙象、青龙象、天龙象，对，那个很，你那个沿着西屯路一直开开，过逢甲路就要到了，过逢甲路再过去一点点，然后你会看到西屯国小在右手边，然后在公国八，七十四，我不知道在哪边下哦。会两位八块，这是两位的三百，这四位的三百嘛，三百这两百嘛，这是五百，还有五百，那两百七百，哦，十三百，这五百，好吃的，买五零五百。这位哈，哦，换两位而已啊，啊，这位嘛换呀。八千八，好可以。哦。哦，一支一百，来找找阿姨啊，四百。来找啊，走啦。哎，装备去了。三块五百。五啊，五啊，你。五啊，就卖。啊。五啊，那边。卖五百。啊，你这样装备。贵只五。是不是啊？七块而已啊。七块啊，你今天青菜啊？我家里面。五百了啦。进来，进来啦。好啊。弟弟。好。哇，哪里啊？七只五百。七只五百。嗯。看一下。知道。这个一百嘛。对啊，有换手机了，对。换有插座，对。这个手机拨起来好爽哦。啊，阿婆。这个呢？三只八。哎，我换吧。三只八。我换吧。哇，有花钱管就不一样。一支两百五，买五百多一支，一百，进来。一支两百五，三加五八，谁多少有五啊？谁多少有啊？三加五八，给他呗，三加两个，五八给一只，一起啊，两会，加会，对啊，我昨天先去买一台空机，然后我就去升五 G。结果升完 5G 以后，我多了一支12，又多了一支 iPhone 12，所以我现在有三支 iPhone 12。现在无啊。然后其中一支 iPhone 12，我就卖给我学长了。对啊，这现在这个是5G 网路，什么路？什么路？你是问这里还是西屯啊？三百。这一百嘛。500。不然一位200。250。够了。对。这里是，这里先不要跟你讲，那再坐回来都不知道了。大明街啊，那个这里是忠孝国小的后面。哎，忠孝国小的后面啊，那个。五八。你查一下忠孝国小就知道了。知道。没有水哦。你要水啊？水，那旁边有一个水管，旁边的那个一起。
我弟要晚一点，等晚一点到。我弟晚一点到。坐下，坐定。睡衣屋，七点五包。哦。来，进来，进来啊！要无啊？你七点半要结束哦。过来，过来。好吧。还没有掉的。袋子。没有下次哦。下次没有了。卖完了。可以修鸟嘛，对不？谢谢。谢谢杨昭。对，今天少载很多，因为他八点前要离开。八点前要离开。不加没有。姐姐，五下八两，你下八两，下八两。他这样了没？对呀，你几位去包？几位去包？哎，你抽几位去包？还没上。后来上不了。200块。好，这个搞过来了。啊，跟着我。谢谢。等我你过来。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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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杯要嘞，一杯沙锅能放200，对啊，快结束了。还上早餐吗？还没啊。再见，谢谢。进前走。好，这边呢？还有什么？我刚才白汤。好，来弄。海师傅今天有吗？有啊，他们是256日啊。海师傅是256日。我们太阳好大、啊。用雨伞也挡不到了。对啊。这也没办法擦雨伞了。现在回上去了。下礼拜休息哦。我知道。我准备播，放一个直播，从礼拜一播到礼拜五的直播。我会弄一个你起码赶快，你起码来讲120个小时的影片，说，他说24个小时就不放，没有，要120个小时的，我弄一个120个小时的，来，谢谢，出发去啊，进来进来，回机了，到巴黎了，到巴黎，好吧。直播有收入吗？问这个干嘛、啊？没有没有啦。大的小的。我下午还要去这里的工啊，贴补家用。广告是吧？好，陈玉昭。我下午还要去那个中华那边的庙做比的工，贴补家用。今天一个晚上啊，还12张鬼物。对啊。下面，我自家好。你们都送诶。加足好诶吼。你们都送诶。你讲看下都送诶。对啊。啊，十二翕相足帅诶。你讲十二播起来较帅哦。翕相起来足亲切了嘛，加足好。啊，不过我拍嘛未歹。你说啥 ？OPPO 嘛，袂歹。OPPO 就是我的 OPPO 出门第甲换一支的啦。我上一支就是 OPPO 啊。对咩？你搁叫起 OPPO？ 我就是 OPPO 出门第甲换一支的啊。出门的，不切哦。你吼，直播你的，你的在哪里 ？iPhone 会卖吗？啊 ？iPhone 不会。不会啊。不会。多少钱？25,000。我不是买最大的最那个，因为那个镜头太大了，我这个三眼的啊，你买两眼的吧。对，买两眼的，因为三眼那个。两眼它刚好融入那个吗？
两眼可以，三眼太大了，三眼下去的话，旁边会有那个框框的，对，会有黑影。对，我昨天有去试过啊，我有去那个现场。对，苏凡达。直播是志工啊，对啊，怎样？你要不要抖内我？抖内我很可怜呢。